see her rolling up, Uber black Cadillac, high heel boots and a sexy body full of tats. Baby's bad, oh baby's hella bad. After her there ain't no coming back. Wanna take a run at that. I think she's feeling me, turn it up a few degrees. My imagination of her body gets the best of me. Oh gosh, she's such a tease, bitten lips, bruised knees. I'm addicted to her, need her touching me.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.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, got some meat. 孙策来喽，这把对线哥完全不熟的人啊，宫本啊，二技能加个盾跟我对 A 是吧？站在兵线上，连兵两人一起打，他在等什么？等死是吧？拿下！ First blood. 凡是小脆皮，被孙策 A 上两下，那就已经到斩杀线了。四级线我不去一清，宫本就得来清，除非他跟我一样不去清，只要他敢出来，那就得死。记得四年前的宫本在对抗路的地位可是跟花木兰差不多的，怎么现在成这个样子了？看到左下角宫本好像不是很服气，那我们给他点颜色瞧瞧啊。晕眩已经好了，他出来就得死，兵线看都别想看。本来伤害计算是刚刚好的，但是宫本跟我身尾冲叠加了个盾，没有秒掉。阿珂刚才把主宰拿了，他肯定会下来抓我，但我不怕，满血孙策前期没有理由怕阿珂。我二技能马上要好了，宫本过来肯定得死，他很聪明不跟我打，一套技能打完开船直接走，走的时候顺便吃口药。看宫本的样子马上就要四级了，回马船有一定危险，所以我们决定去中路拉个人，但是来了一圈发现中单已经自己走下来了，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，即使被打倒玉皇也能给我奶上来。想必经过这一船，宫本应该已经对我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念头。还用位移过墙，只要他掉点血那他就没了。宫本是出了抵抗系的，并且还有大招，他应该是不会很怕我，但是露头就得死。我这个晕眩是在他第一段击飞落地的瞬间放的，可以说是给的非常到位，但是还是被他夺了。哎，可恶的抵抗鞋。宫本已经自闭了，阿珂过来清线，一技能空了没关系，二技能大招撞上去，二技能衔接普攻伤害完全，怎么二技能也空了呀？但是问题不大，兵线到了，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清兵。阿珂果然舍不得兵线，那就白想活着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么顺风的局了，在对抗路能被孙策乱杀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。我这个赛季玩孙策打的最多的对局就是对面法师工具人根本打不动，射手艾琳马可狄仁杰根本打不动，对抗路打的最多的就是吕布夏洛特，我真的难受的一匹。非常感谢宫本让我体验到了久违的孙策乱杀呀。你看对面这个艾琳满血搁着灰尘，难道对面都已经放弃了吗？其实我们家的顺风只是表面上的，我是9-0，我们家嫦娥8-0，孙策和嫦娥就是约到后期约住的那种，菊花怪开个苍穹。哎，我这点血你也要拉扯我，不是吧？这个阿珂有点东西的呀。但身为一名优秀的对抗路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大顺风被人翻盘的。先拖着杨玉环把艾琳秒了。宫本飞上来也是送，他打我根本没有伤害。对面减员两人的情况下，剩下三个怎么打？这波我们是5-3，马可去红区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我们4-3，刘禅死了没关系啊，怎么嫦娥也死了？赶紧回去救一下玉环，先把阿珂带走。孙膑你得死，拿下。哎。这波我以为有任性鞋是可以走出去的，临死才放苍穹。不知不觉已经到后期了，这波队友占了个好位置，杨玉环开了个二技能就没了。啊，是吧我的环啊，减员就先别打了，回家补一下状态吧。结果宫本跳了刘禅啊，队友上头了啊，都去追宫本，结果这两个也没了。现在压力来到了我和嫦娥这边，奶奶的谁发起的投降。对面龙兵是三鞋，我感觉清掉这个龙兵保住高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大招先把龙兵击退，一技能带走，开个苍穹肯定是死不掉的。哎呀，墨子又大伤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爹这老刘禅哈啊，孙膑开船带着我，我呕心沥血了一整把，你管我叫孙膑。精彩的比赛，大家都很棒。